通常我跟你讲，你会打字去骂人的那种玩家，你就是胜负心过头过度了，你知道吗 ？EQ 控制不住，你的脾气在左右你的行为举止。出那边，哎，我机子在前面呢，那就没封到了。啊，月色夫哦。不管你是不是救人位，你看到你被挂，监管者打另外一个人要挂的时候，一定百分之百就是想要双挂嘛。那你在附近旁边的话，你本来就要进去镜像，赶快去救援的，而且更何况你又是佣兵。这把不妙哦，机子也都在这边修。啊，他都已经，哎呦！他去救，然后我补他吧。是用兵真的哦。你别再想做事的呀，祭司。这样子修吧。我最近想跟他玩，他一定过来的。你敢挂看他远视看看？老子跟着你。注意看我讯号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必须挂我，我人还在，你他妈就挂了，你脑袋撞到吧你！脑袋撞到了你，你应该可以溜吧？干，哭啊！你给我休机啊，脑残！我真不懂这祭司来干什么了。大家都准备被刷刷刷咯，各位一直刷一直刷啊，全部都被挂椅子。哎，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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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操！你这敢闪？好，你完了你，你完了，你真的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你。你就是得靠闪现抓我的，你要这样子玩，你真的是完蛋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完蛋了。
傻子，先别走哈。喂，不是啊，你来干嘛啦？我就问你，这祭司到底要干什么？吸他！再见。